你针对着高雄南医院院长房明书二十号视察南医，并且公告媒体说明工程进度，地主家己县政府煞无被告知，引发县长张华官的不满，评级资讯不对等等。县长张华官到南医工地向筹备处表达遗憾之意。县长张华官表示，南医是由嘉义县政府筹措经费，各地捐赠七十公顷用地，也是嘉义人引领期盼的文化建设。可惜一拖再拖，主体工程去年初发包，但有关工期进度咨询，县府始终被暗地鼓励，甚至日前故宫院长陪即一党立委视察，并邀请媒体参访，县府也无被通知。希望今后能尊重地方政府，智慧县府和地方民代参加破除作业。这个故宫蓝殿，事实上我们是最起码，我们是希望这一年要100万人次，这是故宫蓝殿的承诺。那要有100万人次，就必须要有镇馆之宝的这种诱惑力，让大家想要的。我想这是我在这里特别提出来的最后一个部分，就是说回馈机制。我想，我跟这个院长跟黄处长提到很多次，我想故宫南面104人，这个如果正式开馆以后，那未来，这个将会是云嘉南地区最大的一个文化园区。那这个地方，我们不希望就是说园区要收门会，我想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在这里啊再一次这个强调。园区绝对不能说的，这都悄悄的来啊，然后就悄悄的走啊。嘉义县政府唔要被邀请来，也不知道进度到哪里。这是我们今天希望跟故宫博物馆讲的哈，希望以后能够让嘉义能够让嘉义地方政府知道进度，然后呢能够配合来协助他们做这个整个开馆的一个准备。张华官立委陈明文到南医了解相关工程进度，听取筹备处干部后，分别就 BOT 促参招商案的权利金、顶层空间救水以及定位等问题，希望国江讲清楚。国江南医筹备处处长洪庆芳表示，国江已经编列8.3亿购买文物经费，丰富展示内容。至于顶层空间问题，因为顶层片以热压器、负压器为主，体积较小，现行规划应该足够。先新闻中央新闻播出时采访报道。